passiontimes.hk。 因為為什麼熱狗會搞到這麼排外呢？其實是你們造成的，我告訴你，其實是你們造成的。如果你們聰明一點的話，我們就不用這麼排外。我現在就屌鳩你們。其實我們之所以搞到這麼排外的原因呢，就是因為呢，我就是怕你們這些傻子誤入歧途。即是怕他識錯人。我就是怕你們識錯人，行差踏錯。如果你們是一班比較醒目聰明一點的人呢，我就可以對外展現友善一點。為什麼有時呢，我對任何人一定要核心，我為什麼其實我是可以虛偽一點，可以友善一點。 我無論是組織或者整個公司或者整個團隊對外交際都會好一點。為什麼一有些人只要不是同道我就要屌到他仆街呢？就是因為你們蠢，就是只要有一個人我不屌到他仆街呢，你就覺得他是自己人，你是瘋子。如果再 friendly 啲，佢見到你同佢握手或者叫做講兩句又係啊係啊，你以為我有血緣關係啦？屌佢老母！我有個人搭下膊頭，你係覺得我同佢有路？握個手，你以為我同佢係親戚冚家咧？喺街影相。總之我唔撚屌死佢咧，你就唔撚知道嗰個唔係自己人嚟嘅。嚇、啊！要我開聲屌撚到佢撲街為止，哦，原來佢嘅立場唔同喎，咁樣黐撚線，黐撚線，好極端，搞到我咁撚孤立，咪係你哋搞成啊！屌你老味，係你哋搞成，搞撚我孤立，搞撚我孤立無援就係咁撚樣啦！屌你老味，原本愛人好撚，原本愛人咧，屌你老味，好撚長袖善舞嘅。而家搞到咁撚樣，咪但係即係，咪但係即係咩啊？你哋講咩？咩利大爆料？我直頭唔知係咩嚟嗰啲。我直頭係唔知啊。嗰啲 page， 我直頭唔知嗰啲係咩嚟。page man， 我點會知嗰啲？咩啊？佢成日 share 陳文。咩？所以你哋就係以啊頭先佢哋講就係話啊，因為佢成日 share 陳文到咁樣樣，咁啊點啊？咁啊點啊？咁代表啲咩啊？咁唔代表啲任何嘢噶嘛，大佬係咪先？喂，即係嗱，你班撚樣真係好撚易呃噶，係咪先？冚家拎你哋係咪？你哋係全部夏天出世㗎，屌你老味！嚇，關咩事啊？嗰個乾衣機烘一烘個頭殼頂啦！喂，佢 share 我啲嘢，唔代表佢係我，唔代表係自己人嚟㗎嘛？係咪啊？我啲嘢咁撚，或者國師嗰啲嘢，梗係好多人多人都 share 啦，係咪先？國師啲嘢咁優質，唔通 share 嗰啲嘢就係自己人啊？是不是我想你有的嘛，大佬屌你。嗱，要呃鳩你班撚樣幾撚容易啊，係咪？喂，我如果要玩鳩你班撲街，如果要玩鳩你班撲街，我開個 page， 日日 share 二月時報，係咪？我想講，我想講已經有幾個 hater page 係日日聽我節目，然之後將我節目浪抄翻出嚟。已經有幾個係咁撚樣噶啦，而係黃絲帶嚟噶。如果唔係最初點解會最初點解會觸動嘅啫？唔係其中一個咪金水咯，屌你老母！金水最初講嗰啲係咪我節目講嗰啲嘢嚟嘅咯？如果唔係你哋點會 like 啫？係啊，就係咁撚簡單啫嘛！屌你老尾，佢根本就喺我節目嗰度講攞啲嘢出嚟講。屌你老尾，你講如果好似我哋咁樣講嘢嘅，咁屌你老母快必都係你自己人啦、啊！快必啲口號全撚部都係抄我嘅，顏色都快必所有綱領都係抄鳩我嘅。任何綱領都在我的口號那裡改兩個字就變成他的綱領，任何口號他今天剛剛被人拉，屌你老闆，他被人 在之前不知道 有個拉住個 band 在法庭門口舉著那個牌，那個 exactly 就是二月時報開台的 slogan 來的。屌你老味，基本辨识能力冇噶，就系、是、因为你哋个辨识能力唔捻够，先至搞到我成日周围屌鸠人。我见到有个人似，咦，未必系自己人喎。哎，我冇捻你啦，佢冇咩做错嘢，我屌捻咗佢先。有人话，哈哈，我当然知道唔系啦，我系等你开口讲嘛，咪就系你哋令到我冇捻晒朋友咯。即系你哋嘅水平就系你哋啲咪閪閪呢啲咪捻屌水平，搞捻到我唔捻开口屌，你就要搞到我要去澄清嗰啲唔系自己人，咁咪戆捻鸠噶嘛，咁咪极端戆捻鸠嘅状况嚟噶嘛。不过正常嚟讲，我冇话系就唔会系噶啦。但如果你哋係逼我要講，就係話要我開口話唔係先至唔係，
咁咪變咗我冇話唔係嗰啲全部都係，屌你老母啊！唔撚戇鳩嘅你哋，唔撚反省嘅你班撲街，咁你老尾全部夏天出世嘅你哋。我阿妹係。係嘛？嗯。你喺呢、這個位咁樣搞㗎嘛？咁都揾我入。你又家姐啊？有冇抽濕機？屋企有冇抽濕機？好姊妹，真係要買飛睇喎，真係。屋企有冇抽濕機？有冇抽濕機？抽一抽，抽一抽，抽一抽嘅。鬼咁多眼淚啊！